全国运动会在台南，你看这里新女儿综合体育场，新女儿体育场哦，你看射箭选手到场，还有田径选手进去，还有田径场，另外西南边呢还有垒球场哦，前方有那个打练太极拳，太极拳还有打太极拳的，那边是在练太极拳的哦，以前还有个练相公的呢，在这边。就在门口的前方空地这边，里边也有田径场。哦，以前那个绿地啊，正前方绿地那边，还有那个台南市的那个什么传统民俗技艺表演，宋江镇表演、五龙舞狮镇啊，舞狮镇表演竞赛比赛都在宋江镇、舞狮镇，哦，都在这边表演。你看正前方往前方看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铜像雕像啊？好像是先总统蒋公哦，还是国父雕像。那个告示牌讲的，国父雕像可能是在前方远方西边。那现在看到那个绿色的广场，绿色草地的北边，有没有看到？也有雕像铜像，好像是先总统蒋公的。哎，还在动，好像在招手。风大了，今天凉凉的。看风大了，把它吹了它。风大了，把它吹倒了。哦，今年2024，哎，2023啊，今天10月21号，通常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节，1945年民国34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。那你看，为什么会是古都400年？就是1624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嘛。诶，1624来了吗？好像来了，还要奋斗9个月左右的呢。哎呀，在网络搜寻。古都400年是从1624开始算，完了到现在2023已经快年底了嘛，那明年就2024了。你看，400年加一了，可以进入400年之后了。哦，全国运动会在